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今天用白菜做个硬菜。只要这部分叶子就可以了，把白菜切一下，香切片，切点蒜瓣，小葱切段，花肉切片，锅烧热，加入油，放入五花肉，放入八角，两个干辣椒，姜片，大蒜，放入老抽，再来点生抽，加入开水，煮开之后放入粉条，加入大白菜，嘟嘟嘟嘟。